我有一个超大的存钱罐，已经存了5年了。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只能往里面存，不可以取。想要取它的钱，就只能把它砸碎。就是这头大肥猪，它下面就没有设计取钱口。先来看一下它有多少斤。15.6，15.6×2。等于31.2，本来还想继续养它一段时间的，奈何这个月的零花钱全部被我花光了，里面纸币硬币都有。大家盲猜一下，我这30多斤的大金猪里面会有多少零花钱呢？认为能超过10000的可以评论1，认为没有10000的可以评论2。现在就评论下来，马上我就砸猪取钱，给大家揭晓答案，看看你猜的对不对。毛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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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80，我的锤完全变成2半了，这个锤也太不给力了吧！来一个金刚不坏之拳，80，80，危险操作，切勿模仿。80，80，80，80，也太多硬币了吧！还有游戏币，铺了满满一桌子，大多数都是1块的硬币，没有100的。我本来很自信有10000块的，现在有点不那么自信了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数，先数票子。纸币终于全部都使完了，拢共2235块钱。接下来就看看这堆硬币多少钱吧。终于点完了，手都点成黑的了。这里面每一摞是10个，每一行也是10个，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、100、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。1块的有1849，这边还有点1毛的、5毛的，拢共15.6。15.6等于1864.6加2235等于4099.6毛钱。我去，这么多竟然连5000块钱都没有。你猜对了吗？这次数钱真的数得太累了，希望大家帮本条视频点点赞。想看下期少奇拍什么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